次係徐子啦。咁啊，今年其實今日今次其實係六年第一次嘅表演，即係 BT 入面，你做咗第一個嚟。係咩？係啊。多謝蘇徐邀請。係啦。亦都呢度要多謝 PA 哥哥幫手，係啦，幫我哋控制個場面嘅。咁咧係點解要話呢首歌唔適合咧？因為呢首歌咧係中國風嘅。你睇今日個台，個台幾靚，呢度全部都係花，係咪好有中國風咧？咁我哋嚟緊唱呢一首咧 ，MC 嘅《老他若會知必要》咧，佢嗰個音樂咧都係好中國風。雖然我哋今日係用鋼琴去演奏啦，咁但係咧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呢個畫面，就融入喺嗰個中國風嗰個年代嗰個時代嗰度啦。係啊，翻老太嘅時代，係咁開心，成日翻老太嗰邊，好啦，開始。初次约会时像极费思量，起初先推我两次，错爱意愿都正常。再约面说好，仍然是无奈沮丧。小心啊，姨！走一间小店，吃饭浪漫大美海墙，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，提及理想，不过是现实。再送你孤独，我可以为你关你手机，信命或都玩。怎知道三日就谈到这处了，错过了你我的家。凝聚个书生坐约佳人，我的满心飞不过未走近，多想一见即吻，但觉相衬，下到从下到沉。
就係 S1 嘅 Candy Ball。唔知大家喺新年嘅時候有冇收到好多糖果啊、金沙嗰啲？咁呢一首歌咧都當係一份賀禮送俾大家。唱嘅就係、是、My Cookie Canna。
信天天都扩大，何必千亿富拥更好。Forgive me, security， 你叫一切变美，有关你每秒也要失气，糖分满爆也不理，挤挤逼逼我更欢喜，收获但愿每年定期，手里心里都要怀着你。My cookie cake, hey you, say love me to the end. My cookie cake, hey you're the only one I call my man. My cookie cake, hey you, say love me to the end. My cookie cake, you are my man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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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最後都忍不住唱一個跳唱版多謝大家去到大家只聽我唱歌很悶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們當然要給悶這個時候呢就要給一下給隔壁 Anthony 琴手，他都會在情人節的時候準備了一首歌送給大家的。